别让目标逃走，我们得查出他们跟踪 Bravo 火力小组的原因。Bravo 火力小组一路都没有遭遇反抗行动，要快点找到当地人，我们得查出真相。 这里很安全，你可以出来了。一定还躲在哪里？这里什么也没有，但绝对足以让人躲藏。一定就躲在某处，也许附近会有血迹。 最后一个。 是血迹，他们受伤了。站住！不准再靠近一步！我不是圣三一的人，我叫罗拉，而且你的枪没有子弹。 我看得出来弹堂是空的，反正撞针早就坏了。你受伤了？我得坐下来休息一下。罗拉，是吗？我叫纳迪亚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能帮上什么忙？我的外公在晚上溜出村子了，他应该是去巴巴雅嘎女巫住的邪恶溪谷，我还来不及追上他，就被入侵者抓到了。在我出生前，女巫杀了我的外婆。 外公老是把复仇挂在嘴边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真的跑去找他。时间不多了，而且我没办法自己行动，我们得找到他。我往那边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足迹。啊，谢谢你！通过洞穴，再往东方前进，就能抵达溪谷。
这里有条小路，已经很老旧了。找到一个无线电，你听得到吗？清楚得不得了。我可以在包扎的同时监听入侵者使用的频率，如果听到有用的资讯，我会马上告诉你。纳迪亚，能不能多跟我说些邪恶溪谷的事？我的族人对那个地方敬而远之，有好几个世纪了。苏联人来到这里时，曾经想在溪谷建立哨站，但他们触怒了巴巴雅嘎，然后把他们全都逼疯了。外公跟我说过关于他的事，他住在一间用鸟类双脚行走的魔法屋里面。你相信吗？有鸟类双脚的房屋？我相信外公。他在古拉格劳动营时，苏联人把我的外婆带到溪谷协助研究遗迹，女巫杀了他，这件事他永远忘不掉。但是你说的是俄国民间传说里的女巫，听起来不太可能。反正小心点就对了，溪谷里一定藏有什么东西，那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好事。稳住！罗拉，等一下，我收到一则讯息，你得听听这个。掩护单位，请回答。我们要立刻撤退。该死！什么鬼？他在行走，怎么可能？日克尔纳斯，你听到了吗？是女巫。那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进入旧寺庙，要沿着峭壁旁的木栈道走，那边应该有绳索可以使用，那条路会直接通往溪谷。这是祭司在弥撒时会穿戴的仪式衣物。这里有个小型营地，看来外公曾经到过这么远的地方，你就快到溪谷里了。
纳迪亚，我想我找到邪恶溪谷了，我不确定是不是巴巴雅嘎。纳迪亚，我的外孙女，现在你已经知道我要进到溪谷去杀了那个名叫巴巴雅嘎的巫婆，我是为了替你的外婆报仇。我们的山谷里出现新面孔，是一群开着直升机的武装分子，我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，但我知道如果我要行动，这将是最后的机会。你有权利了解真相，知道事情的缘由。你的外公不是什么聪明人，我是为了你外婆才努力成为一个好人，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。我来自西方，那里就算是一个小村落，都住有数千个居民。我是个懒惰的年轻人，入党的时候还梦想着能在大城市的办公室里过上轻松写意的人生，但他们派我来到这个世界的尽头，看着男男女女从事劳役挨饿死去，并且加入施予处罚的行列。我知道这些是恶性，但不知道要怎么反抗，直到我遇见了他。但这里一定有什么东西，小心点，这是他的地盘。与当地年长男性首次接触的时间是在7点钟，起初我们以为他要参与一场突袭设施的行动，但他逐渐远离，穿过一座地图上没有记录的峡谷。我们获得授权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进行追踪，并且已经发现遗迹和其他有意思的迹象。我们在这里试图保持冷静，但这看起来像是一大发现。我们额外找到的东西和我们原先找到的一样惊人。我一定是在做梦，不是真的，不可能。我得继续前进。罗拉，罗拉，爸，不，不可能，不，等等。我很接近了，罗拉。等等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条路会通往哪里？过来这里。这不是真的，不是他。爸，拜托别说了，求求。糟糕，我得赶快离开这里。所有的神话背后都隐藏着同一个真理。我只是想要离开，拜托。不，不对，这不是。求求你！
底是谁？过来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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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，这只是传说。他在这，罗拉，抱歉，没办法回头了。你会死在这里！どこなどなど。出ノイド大反卡。从外表推断是苏联人的，这一定是苏联人研究遗迹时建立的哨站。我的外婆是一名学者，他们把她带到这里协助研究，但那是外公最后一次见到她。唯一的生还者是一名军官，他在几个星期后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，并声称女巫逼迫他们做事。最近有人在这里活动过，好像在遗迹的顶端建造什么。你看到什么？某种临时蒸馏室，闻起来有花的味道。可恶，想也知道，他在提炼花粉，用来作为武器。纳迪亚，这不是魔法，只是聪明人使出的诡计。但是，等等，如果他只是一般人的话，应该也会受到花粉的影响吧？如果他能够抵抗花粉的效果，那我们也能。我从来没有拥抱过我的女儿，他们在我还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就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了。我试着抵抗，但对方人多势众，而我还很虚弱。之后他们将我拖走，活活拆散我们三人。我被带到一处矗立着远古遗迹的隐蔽溪谷，他们说只要我乖乖合作就能再次和家人见面。
我一点也不相信这帮禽兽，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这里生长着一些古怪的花朵，挟持我的这帮人在接触到花粉后变得心神紊乱，他们连踏出这座小小哨站一步都不愿意。我被带到这里是希望我的植物学知识能够帮助他们找到解药，终于国家需要我了，我颔首轻笑，我奉陪，但他们无法再次将我击垮。为了我的女儿，为了艾凡，我会活下去。我得想办法通过那扇门才行。可以破坏它。自从这帮混账拆散我、艾凡跟女儿，并将我从古拉格劳动营拖到这奇怪的溪谷后，已经过了好几周。他们要我想办法对付漂浮在空气中的花粉所引起的异常效果。此刻，我相信我发现了可能会有用的配方，一种该植物种子荚的萃取物，以此花为食并代谢掉毒素的动物的肝脏，一种硫化二苯胺的衍生物。最后的成分有危险性，他们在古拉格劳动营放有一大堆这玩意儿，并拿来当作杀虫剂使用。它可以用作初步的抗精神病药物，而且跟其他我研究过的化合物有相似的化学性质，不过它也可能有毒。今晚我就会拿自己来试药。我找到东西了，其中一名囚犯写下了应该可以抵抗花粉效果的配方。一定是我的外婆，女巫杀了她，但外婆还是救了外公，就跟她说的故事一样。纳迪亚，罗拉，有信心一点，快回到我们碰面的苏联设施，我会帮你找到你要的东西。好了，纳迪亚，我回到设施了，你建议从哪里开始找起？好，首先是种子荚，那附近的洞穴里生长的花朵，但数量不足以造成身体不舒服，应该能够安全地进行采集。肝脏比较好办，附近的路以花朵为食，你只要寻找它们的踪迹就行了。至于杀虫剂，我想到有个地方可能会有，
外公教过我恶文，我要在旧装备的清单上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存放杀虫剂的地点，找到了就立刻告诉你。好吧，那我先开始收集其他的补给品。外婆笔记里的那个化学物质，硫代二苯胺，我想我找到了。他们将它存放在铜矿工厂的下层区域，好在夏天用来对付白蚁。纳迪亚，你确定是同一种化学物质吗？我确定外婆的配方有提到这个化学物质，但我不确定是否能够下肚。等等就知道了，我现在立刻过去。只够做两份，我得谨慎使用。解药有效，一切看起来不能说是正常，但至少跟上次不同。太好了，我也帮自己做了一份解药，而且够外公服用。如果我们找得到他，我现在去和你会合。是稻草人，原来如此。可能是同一个地方，我先前还在这里迷了路。这是圣三一的，全都大错特错，跟丢了进入溪谷的老人，失去费雪，失去派克，他们都死了，没有一点踪迹，眼见不能为凭。看到奇怪的东西，尸体比那更糟。会行走的东西大到把天空都挡住了，分辨不出什么才是真的，不确定是否有真的东西。那是眼睛吗？眼睛必须除掉。我的手现在稳定下来了，碧灵斯先来，停，不要乱动。装备，上次路过时可能没有看到，但是没有尸体，也许他们还在这里活得好好的。纳迪亚，你对这里的遗迹了解多少？就算是女巫住在那里之前，我的族人也不敢靠近溪谷。开拓者在那里建造一座神庙，但后来都遭遇了不测，几个世代以来都没有人去过那。小心点，就算先前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，那个地方还是相当凶险。原来是狼，可恶！地上有油脂，原来这就是魔法火焰。做遗迹，它看起来不像是神庙，反而像是具有某种功能。我看到绳索跟木质装备。太
开拓者在山谷里建造许多缆车，用在山与山之间的移动或运送补给品。不过那些装置早已破烂不堪。你看到的一定是缆车，试试看能不能到达顶端。我马上就到。我现在在溪谷里，抵达时会再告诉你。缆车保持运作这么多年，它好像还做了一些改良，但是我们认为那些绳索还经得起使用，只要能再用一次就够了。两次，事情结束之后，我要回来。试试看拉动平台上的拉杆，或许能让我们移动。你说的女巫很聪明，溪谷的一切都是为了符合巴巴雅嘎传说而精心设置的，接着就是等花粉发挥功效。我上次看到升降机时，它长得可不是这样。你看到什么？就像传说中的一样，用巨大鸟类双脚行走的房屋，但没有了花粉就只是老旧的装置。抱歉，我竟然这么相信外公的故事。他是恶国人，对于传说相当熟悉。纳迪亚，你的外公很可能知道他是谁。你说过他曾经是古拉格劳动营的囚犯。我没这么说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外公是名守卫，我的外婆才是囚犯。他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，他们把他带到溪谷研究遗迹里的东西，但接着女巫就出现了。外公一直不肯原谅自己。杀了女巫也无法换回他的性命，但这些我都懂。希望我们能及时找到他。纳迪亚，快来！不，纳迪亚，怎么了？是花粉的效果。吞下这个吧。外公，听得到吗？我尽力了，我救不了他，我尽力了。嘘，已经没事了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是时候了，你现在只剩下一份解药，小心使用。他一定就在里面，总算到了。是他，一直都是他，在黑暗的边缘中伺机而动。我们到现在才明白，他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。他是世界的中心，他可以呼云唤雾，
操控我们的心智，也可以让我们恢复清醒。当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巴巴雅嘎，我们的伤口就会愈合。如果说出其他话语，伤口就会再次裂开。我们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他的掌中物，我们只能听令于他，我们像是为此而生。哦天哪，他对他们做了什么？失踪的 Bravo 火力小组士兵，他们在这里。头好晕，不，我需要最后的解药。最后一份了，看我！大老爷的哪个了的呀？的，你死后也要跟他们一样服侍我。
现在很忙。
是。纳迪亚，我会尽力，但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。空气了。住手！我知道你是谁。
我可以想象你经历过什么才能生存下来。你根本什么也不懂。一切都结束了，你不需要再过这样的生活。瑟拉菲玛，伊多蒂，但是你死了。他们告诉我你已经死了。他会没事吗？不知道，不管是对谁都说来话长。家庭真不简单。哦，我懂，我很懂。罗拉，谢谢你做的这一切。